盛夏来临，四川乐山夹江县望鹅楼下的地摊经济也同时够热。在欣赏望鹅楼灯光秀的同时，也能够感受夹江夜市的烟火气息。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。每天傍晚六点，在夹江县市宜广场规定的地摊区域，有摊位证的商家按照编号类别将摊位一字摆开，冰粉、凉菜、水果、服装、鞋包等商品琳琅满目。侯长兴是一位糖画手艺人，听说望鹅楼夜市开市以后，他赶紧报名抽签，并如愿获得了一块施展手艺的小场地。确实，这小朋友也很多，生意也很好。我今天请这个师傅做了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特别喜欢，然后特别舍不得吃。当地依托市宜广场等地设置夜啤酒、美食街等夜生活集聚区，在做好疫情防控、安全卫生及不影响市政设施的前提下，经营者可在规定时段划定区内，按设定经营范围进行餐饮、小百货、农产品等销售活动，大大丰富了群众的夜间生活。